好，各位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阿平，我是佑佳，今天是礼拜三，所以我们来转扭蛋喽。好，那今天呢，其实这一个应该也是出了一小段时间的了，然后就是这个拉拉熊，对，就是拉拉熊的组合，然后它就是有一只大的，然后抱着小猫在，然后另外一只是白色。那今天的转手就是我啦，那又讲麻烦你了。小鸡，它是这样掉出来哦。它是直接掉小鸡，那我们两个都很想要这个，那希望有这一个。还有小鸡哦，悲伤的。这要怎么开箱啊？太难。好，各位，我们真的是幸运，非常的幸运，抓到两只小鸡。好了，就可以给大家看一下小鸡的正面就好了。而且小鸡好大只哦、喔。对啊，小鸡那边好大。嗯，很大只，很大只。好，那么回去开箱给大家看，这个也非常的快。好，走喽。好，我们回到家喽。回家喽。哎，怎么颠倒了？打开鸡鸡，怎样？这样好吗？打开小鸡鸡，这样好吗？好了，好了，赶快赶，打开模型，模型。那这个我们就不竞拍了，就直接拿在手上介绍给大家看吧。好，因为就只有那么一只，然后，有点可惜。怎么没有找到那么可爱的拉拉熊呢？而且，哦，它里面还有东西啊，它里面还有东西。它只是宣传的那个，对，宣传的，好，那个就没有那么的重要。好，好，那我们你看，呆呆的脸，很呆耶。然后它就是大概大小是五公分高，超大。哎，没有五公分啊，三公分高啊。这个很方便的事情是，它可以当女生放耳环、放首饰的盒子，出远门的时候。哦，我突然刚刚一个突然瞬间想到，这样可以吗？你觉得？可以啊，因为它很密，它是不会随便打开，就是很密。然后出远门就是简单的小小那种东西，每次出远门每次都不见。哦，我们是转蛋哦，啊，并不是美妆哦，不是美妆哦。我是很容易会这样。好，那对不起，没关系，没关系。正面是这个样子，侧面、背面这样子，你为什么可爱的。Chicken， 你为什么一直避讳那这个字呢？不行啊，是避讳，越避讳越有阴谋，烦啦。好啦，那很简单，就是超简超级无敌简单的介绍就到这边喽。因为我们就转到一只车，太可惜了，实在太弱了，好想要拉拉熊，好，如果喜欢今天介绍的鸡的话，记得在下面帮我们点个赞。如果想要继续看到鸡的话，记得在下面帮我们点个订阅哦。然后记得打开铃铛，就可以在第一时间看到咕咕鸡了。哦，好，好，大家拜拜，拜拜。你干嘛就一直抢我的话呀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好啦，好啦，好了，拜拜喽。